坠河的编号0292车辆被吊车缓缓拉起，车辆出水后可以看到引擎盖上印有城市管理执法的字样。江苏扬州一辆城管车意外坠河，三名城管站在车顶上呼救，现场却无人施以援手，直到救援队伍赶到，他们才被救上岸。三名城管无助站在车顶呼救时，围观群众不是拍照就是录影发布到网路，没有人设法让城管们脱困，而网路留言还出现活该人居然没事要给差评等讽刺字眼。城管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但也不可否认部分城管在执法行为中未能照顾到市民的感受，甚至出现了违规乱收费等事件。城管是大陆公务员，主要负责维持街道秩序和整洁，但长久以来大陆城管经常爆发暴力执法事件，让许多大陆民众感觉城管就如同官方流氓。这次城管坠河，民众冷漠和看笑话的反应引发极大争议。不过相较于顺利脱困的城管，到重庆玩的这名男子就没那么幸运了。加油加油！白衣男在景点玩近年来在大陆兴起的网红设施水上漂，一旁亲友不断加油打气，但男子到浮桥中间时失去重心跌入水中。你快起来吧，男子在水中不断挣扎都无法成功站起来，现场亲友还开心笑着拿手机拍摄，也没有工作人员上前帮忙，最后这名28岁男子不幸溺毙。家人开心记录的出游影片成为男子最后身影，事件让人痛心，同时景点没有提供救生衣以及准备相关救援设施和提供游客保险也成为检讨重点。 TVBS 新闻焦汉文李敏珍综合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